加好啊。参考资料里面有些重要的部分啊，给我们有启示的重要的佛学一些常识啊，一些知识，我们应该要明了的。提出来学习啊，研究学习啊，不是很重要的，我们就可以把它省略掉啊。资料相当的丰富啊，这个下面159，我们刚刚学过的，新意识啊，原教八地菩萨第一切。心意识分别，心意识149条，在参考资料第82页，啊，倒数第5行，上面的佛教的术语。在佛学大字典说得很清楚，心是集体的意思，意呢是思量的意思，识是了别的意思，了是明了，别是分别。那唯识论与其名虽虚互通，然其实体各别，如其次第配置，于第80、第70，皆于60。第80是机器，机器下面有解释，啊，居舍论认为它是一体，也就是80是一体，分为心意识呢，这是一名。六波罗蜜经第十卷说，集其是为心，思量性名义。了别亦为识，是故说为心。啊，为心把这三桩心意识统统包括了。
啊，《唯识论》里面说的比较详细。薄伽梵处处经中说心意识，薄伽梵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心意识讲的很多啊，是经中啊说心意识三种差别，即其明心，思量明义，了别明识啊，这是三个别义。如是三义虽通八识，而随身现。第八识明心，集其啊，集住众法，其诸法故啊。第七呢，名义语言藏识等恒生思量，为我等故，于六名识，于六别境，粗动间断了别转故。那么一切万法经论里头佛常说，万法从哪来的？从阿赖耶变现出来的。阿赖耶里面含藏一切万法的种子，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这些种子是本自具足的，我们起心动念，无论是有意无意，那阿赖识里头就有一个种子啊，好像就有一个档案，啊，像电脑里面就有储存的记忆，啊，这个储存的记忆，在佛法里面叫阿赖耶的种子，这个种子没有形象，啊，它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没形象。如果要有形象，佛有个比喻说，尽虚空都容纳不下，那好在他没有形象，但是语言他就起现行啊，起诸法故，语言就起诸法。啊，那就是能大师最后一句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其诸法是能生万法。啊，即诸种啊，即诸种法，种就是种子，所以阿赖耶罗些种子，这个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头永远不会消失。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起心动念非常重要。我们每一天阿赖耶的起，阿赖耶有集啊，同时在起作用，
习是我们的现行，我们不知道现行里头每一个念头、每一句言语、每一个动作都落在阿赖耶的习气种子里头。啊，我看了潮州谢总办论坛的这个碟片，他第一堂课是用日本江本博士的水实验作为开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真相，起心动念谁知道，那说明谁会看会听，懂得人的意思。为什么？这什么道理？这就是阿赖耶的作用，心意是心的作用。你看它现象同时有记起，记起就是记忆，好像入档案，档案抽出来给你看，哎，又入档案了。啊，这个记起是同时的，极其同时，极其不二。啊，阿赖耶里头什么种子都有，设法界一真庄严，他要没有这个种子就不会起现象。种子真的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啊，这个里面佛告诉我们，有佛种子，有菩萨种子，有设法界一真庄严的种子，也有六道轮回的种子，有三恶道的种子，什么都有。啊，哪一个种子起现行呢？这不就是说明了境随心转，外面的物质环境随着我们念头在转，我们念头善，设法界一真庄严没有一样不善，我们念头恶没有一样不恶。啊，念头主导了设法界，啊，念头主导我们的生命，啊，我们把它缩短来说，这一生，啊，这一生吉凶祸福完全在自己起心动念。所以这个念头多重要啊！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是什么念头？老祖宗传下来的四库，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四个空再把它总结，实际上就是二个字，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是心得。用佛经来说，这是真谛。随身心得，就是善。就是幸福美好，违背了信德就是灾难啊，就是三途。与任何人没关系，与任何事也没关系，完全是自作自受。那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阿赖耶及其同时在什么地方，在我们先前起心动念，第七，这叫意，意是执着。你看语言藏识，藏识等，恒审思量，为我等故。恒，永恒，它不改变，非常固执。审是审查。思量有一个我，就是莫那什的四大烦恼。第一个，我见，没有我，一定要执着有个我。这是摩纳的根本。其余三种呢，是从这根本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是枝干，那就是我爱、我慢、我痴，这是什么东西呢？三毒。贪嗔痴，爱是贪图，慢是嗔图，痴，痴什么？怀疑，怀疑是痴图，如果我们从爱、慢、疑这个角度来观察，那就把贪嗔痴的核心看到了。断贪嗔痴要从哪里断？要从这里断。放下我爱，为什么？我是假的，我爱的那个也不是真的，全是假的，搞错了。不应该执着。我嗔我痴亦复如是。佛教导我们转烦恼，就是转贪嗔痴，就变成什么戒定慧。
转贪心，成就戒，戒等，转成慧，成为定等，转愚痴，成为慧等，戒定慧三学。那么也可以说，三毒根、戒定慧三学是一体。迷悟起了差别，迷了就变成三毒，觉悟了呢，就变成三学。佛菩萨转了，把莫那什里面的三毒转变成三学，于六识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识是对六种别境触动间断了别转故。了什么了？别是分别。眼见色看得很清楚，耳闻声，鼻闻香，舌尝味，身处意知，了是明了，分是分别。它的现象念念相续，从来没有中断过。那么他确实不是相续相。每一个念头都是独立的，念头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短暂到我们无法觉察到，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灭。我们捕捉不到，被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了，现在的仪器有能力掌握到1000兆分之1秒，微细活动的状况，叫非常微细。是我们一般人六根呢做不到的。什么人能做到？大乘经上佛告诉我，八地以上。八地以上
就是九地十地等觉妙觉五个意思啊，八九十等觉妙觉五十一个等级的菩萨，最上面的五个，他们看见了，啊，他们的六根，对这种极其微细的现象，他能掌握到，他能见到，他能听到，他能接触到。啊，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不是真的。在《金刚经》里面说出来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看整个宇宙，就是这首偈说的。啊，这首偈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他们看到宇宙万事万物的真相，叫诸法实相。啊，见性就能见到，但是看得清楚，看得明了。要拔地才能看到如同佛果地上一样的清楚那么七地以下我们相信能看到有点模糊那么初住以上十住菩萨十住菩萨看到了不能什么也看到少分像我们晚上看月亮啊，初三初四的月亮是真的不是假的没有看到圆满看到局部是回向菩萨初地菩萨大概看到一半好像初七初八的月亮八地菩萨呢看到圆满十四十五的月亮满月啊，用这个比喻，我们有一个概念。啊，说明啊，心意识的作用。俱舍论第四卷有这么几句话。集其故名心，思量故名意，了别故名识。啊，心意识三明，所全意虽有意，而体识亦如。啊，也有人说个别有体性，
但是在大乘法里头，万法一如，心一时也没有例外。啊，我们真正把这一段有几分认知，就一定晓得我们对于起心动念要慎重。如果真的一心向往极乐世界，我们起心动念的一定是阿弥陀佛。保证我们这一生顺利往生的，我们要生到极乐世界去。啊，怎么去的？念佛，就往生见佛。啊，为什么呢？从心想生。啊，不要再想六道了。想我是六道，想人是六道。把是非人我放下，把名闻利养放下，真名着力是六道。啊，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非常单纯，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来佛寺三个圣人，怎么又出来一个？细细去想想，海贤法师的妈妈，她生平我们不太熟悉，最后走的这一招什么人能做到？自在往生，说走就走。啊，走了之后，老和尚把他安葬了。8年之后，想改葬。啊，因为当年条件太差了，很草率的埋葬。老和尚心不安，常常念着这种事情，啊，觉得对不起母亲。8年之后，条件成熟了，希望改葬，啊，立碑纪念，坟墓挖开，棺材里头尸首没有了，只有几枚钉棺材的钉子。及时走的，啊，我们冷静去思维，去观察，肯定埋葬下去就走了。没人知道啊。啊，有一个例子，达摩祖师
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大魔祖是圆寂了，葬了之后，应该有一段时间，有一个人从西域回到中原，西域是现在的新疆，说在西域遇见达摩祖师。大摩祖师在西域出现，这人不相信，明明埋在这个地方，葬在这里，怎么可能被你看见？算那个日期，就是大摩祖师被葬下去的那个时期，大家不相信啊！好，把棺材挖出来看看。结果坟墓掘开，棺材打开，真的，大摩祖师不在里头，只有一只草鞋。那么那个人遇到大摩祖师，他说，大摩祖师一个脚穿草鞋，一个脚赤脚没穿鞋子。这打开之后证明，棺材里有一只鞋子。他讲的话真的。那么海贤法师的母亲连一只鞋子也没留，痕迹不着，他到哪里去了？是灵魂走了，那尸首在啊，他算连人身都没有了，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大摩祖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至少法身菩萨再来。所以贤公老和尚的母亲是不是菩萨再来，我们凡夫不敢妄测，但是细心就观察，绝对不是凡人，凡人做不到。海清法老法师自在往生，留下金刚不坏身，全身舍利。这个我们常常看见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在我们家乡安徽释迦禅师妙山法师，是不是叫妙山？跟我见过面的，他来看过我，没有想到他走了，也留下金刚不坏身。供奉在释迦禅师，这些
都是表法给我们看的。啊，妙善在世，也没人重视他。普通的和尚，留下肉身，证明他修学确实有功德。忽悠他，不是福德，功德了。功德从清净心中来，啊，心不清净，不可能有这个瑞相。啊，证明。他求生净土，如愿以偿，得生净土啊！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要时时刻刻提醒，决定不能有恶念。啊，善念也不行，善念生三善道，恶念生三恶道，都叫轮回业。那怎么办？净念，什么叫净念？一句阿弥陀佛是净念，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啊，经教的目的只有一个，说明事实真相，放下外面，经教的用意就在此地。往生极乐世界不需要经教，需要幸运之名。来佛寺这三位大德都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没有听过经，没有学过教，什么都不会。小庙在农村，农村的生活靠耕种，那他们是真正的农夫，啊，他们的功夫就是二六十中这一句佛号不间断。所以经教帮助我们断疑随心。有了信心就得真干啊，这个真干真念呢、啊、这三个人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就是一句佛号念一辈子。从接受老师的教诲开始，到自己自在往生，为止一个段落，
下面续的那个段落，那是极乐世界了，不是我们能知道的。道是极乐世界圆满菩提，真的妙觉果位。啊，这个是不思议的法门，我无法想象的法门，一生成就的法门，修任何一个法门都不容易。小乘出苦，你证得虚陀洹之后出口，还要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啊！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天上寿命到了到人道，人道寿命到了再升天，天神七次证阿罗汉果，永远离开六道轮回了。人间寿命短，天上寿命长，七次往返要多长时间？有没有想过？忉利天，一天是我们人间一百年，孔老夫子生忉利天了。啊，夫子距离我们2500年，在忉利天的25天，啊，才到忉利天才25天的，你就晓得多难。啊，遇到净宗，信愿持名，一生就证得阿惟越致菩萨，这还得了啊！啊，小乘人间天上七次往返成阿罗汉，阿罗汉在提升辟支佛，再提升菩萨，再提升十法界的佛，越往上去时间越长。如果越遇不到净土，啊，纵然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还要修三大阿僧祇劫，无始无明，才真正断得掉，才能成妙觉。净土法门不是啊，一生就真的。这一生成就了，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是什么程度？等于学其他法门化身菩萨，花开见佛，悟无生啊，无生是什么程度？七地、八地、九地，语言教不是别教，啊，得无生法忍，七地
下品无生人，八地中品无生人，九地上品无生人。啊，再往上去叫极灭人，不是无生人，极灭。十地下品极灭人，等觉中品，妙觉上品。啊，你就知道经中的殊胜不可思议。啊，每一个人都能取得。香港回归之后，我是就地重游，来观看回归的殊胜，遇到过去老同修啊，我讲经的时候老听众啊，他们告诉我，我七年没来了，我也忘掉了，我只知道很久没到香港了，都在国外，这碰到的时候要请我讲经啊，他说你为什么没来，我说没人要请的啊，他们就组织起来了要请啊，每年到香港讲一个月，98年我移民到新加坡，距离近一点，我住在新加坡居士林，同学们邀请我每个月来讲5天，讲了好几年啊，地点呢就是尖沙咀街道福利会，每个月我们租用5天啊，也讲了好几年，这都熟了啊，那么才有缘分在尖沙咀建了个小道场，佛陀教育协会啊，我也拿到工作准证啊，7年之后成为香港永久居留我一生流浪，只要有个小地方可以落脚进修，哪里都不希望跑了，跑累了，跑的次数太多了，跑累了，不想动。啊，来佛寺，过去没听说过。这些修行人都不认识。啊，而是他们往生之后把这个信息传来，我听到看到非常惊讶啊，这个时代还有菩萨来实现中国佛教的福气，感
感得佛菩萨的实相，让我们对佛法生起信心，特别是净土。末法能得度，就这一门，没有第二门。啊，帮助我们建立信心。啊，我们自己也有这个意思，放下万缘，专修净土，目的就是希望求生极乐世界。啊，新意识特别注意起心动念，就是造业。无论造什么业，阿赖耶里头习气种子永远存在。聪明人当然不敢再造恶业了，为什么呢？自作自受，真的与任何人都不相干，要怪罪别人，罪加一等。下面这一段，无生法忍，也非常重要。哪一位同学有学习的心得，我们也希望提出来大家分享。有没有？这是澳洲的。师父好，坐下来，请坐，请坐。各位同学好，师父这几次都一直提到海贤老和尚，他从老师啊这拜句佛号一直念，那么修了92年。这就是尊师重道，那么身在表法，念念为众生服务啊，农耕啊，把多余的这些粮食、果木树啊，这些粮食还有蔬菜，尽心尽力的供养大众，也帮助的许许多多老百姓们。那么这个表法含义啊，非常之深的。从我们学经教的同学来讲，我们钻研经教，固然是好，但是把自己了生死的大事情呢，往往会疏忽掉的。所以海贤老和尚这种表法，对我们学经教的同学，乃至于对一切念佛人都有很深的含义的。那么在身形上，老和尚所表法的身是替大众服务，这一点呢非常重要的。我们学习老和尚用身形来替大众服务，目前有少许体会。那么在大概03年、04年时候，想到了这个应当除了学经教、诵经念佛之外，也常常要跟大家结好缘啊，结法缘、结善缘。
所以早前就发心去烧素菜。那么烧素菜是得力于台湾一位同修，他来澳洲把自己家里的私底下教物群学习，去了烧素食之后，就在金钟学院斋堂发心来供养大众。在早些年也承蒙丰天目山耆老居士的邀请，也去过几次。那么曾经在最后一次，时间将近半年，我们在山上除了每一天学习经教四个小时，那个时候以因果教育了凡四训为主，每一天学生来聆听导师远程教学华严经四个小时，虽然八小时在经教上，我也父亲也常常带领了我们学习的出家在家同学去农耕替大众服务一天门有一些常住物吃的用的穿的，我们都发心去背山的，乃至于冬天的时候下雪地上结冰，那么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煤炭呢很少我们当家师这个叫的煤炭在五里亭搬运的很少了，我们所有出家众包括居士们也到五里亭呢去背山了。那么我们看到在山上有些竹子只有烧柴火的在家居士才会偶尔拉个几根的，我看到之后那个地方需要整理，我们发心组了两组的互助小组，把从方丈楼一直到上面的分金台，这一路上山上的竹子通通做了整理。那么到五里坪的时候到这个山上，我们看到一些蔬菜需要种植，我们发心常常的去做这个事情的。所以回来学院也是从事于种菜农耕供养大众的，所以导师一直提到海鲜老和尚表法含义呢对我们在家出家同学非常的重要的。我们行门就是一句符号了生死的，但是我们身体要动我们可以在课余时间替大众服务，我们可以农耕或者是做一些替大众有利益的事情的，这样子的话福慧双修，自己福报不断的生长，智慧也不断的提升的。这是悟权这几次听导师的开示有很深的体会，向导师汇报也供养我们诸位同学。阿弥陀佛。看有没有人。冬天木山。冬天木山。赵明寺的。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老师，阿弥陀佛。学生呢叫释开觉。刚才呢借着上午下前法师的话，弟子在这个地方，向师父上人及各位法师、各位老师呢做一个报告。我们洞天目山昭明寺呢，最近这几天，齐老师安排，落实师父上人的教诲，把山上所有的空闲的地，由我们的保卫主，还有出家在家的居士，都把地呢都翻了一遍。那么洞天目山呢，一直以来呢都是自己种菜。70%呢
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呢，这样呢自己吃。那么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呢，中天目山现在四众弟子都在学习，我们以很快的速度，自己的翻录、刻录。墨学昨天呢，也是落实师父上人的教诲，这次上了天目山，从甘肃，在甘肃待了将近2年，然后回到山东海岛金山寺。在15天前，钱老师再一次，派学生到山上，墨学呢又做了一根扁担。在10年前呢，这个2002年上洞天目山，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洞天目山就开始背山苦行。那么10年后呢，再次上天目山，这一次呢也非常的感动。山上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现在呢背山呢苦行啊，都非常的厉害。昨天墨学挑了压缩饼干，挑了5箱。累得不行，就是很多年没挑了。我们有一位居士挑了8箱压缩饼干，8箱压缩饼干就是200斤。所以呢，我们洞天目山呢，在苦行这一方面呢，确确实实是，现在山上来了很多的居士，都有好几百人都在山上，背山苦行，背沙子。在修学这一块呢，我们的龙荣法师，带着这个四众弟子念佛助念，天目山往生了很多居士。那么在学习这一块呢，学生啊一直不敢发言，这个因为业障很重，这个很也是有点紧张，所以呢这次呢就看刚才师父上那个悟权法师呢，说了这个提到了我们洞天目山，所以目前呢就借着这个缘分，跟诸位跟师父还有各位法师各位大德居士呢做一个报告，也是呢向师父请教。在吸引大众这一块呢，现在目前洞天目山暂时是由墨学礼拜一晚上到礼拜五5天和大家呢学习常用戒律。这个常用戒律呢是墨学从沙弥律于24门威仪72条当中呢截出了一些部分的内容，就是在家居士通用的，比如在寺院不能随地吐痰，早晚课文宗记，这样的通用的一些内容很浅，和大家一起学习。也很想呢希望能够得到作为法师特别是定弘法师的指导。那么墨学呢前2天通过深圳，后来了解到是香港佛陀教育协会通过深圳这个点和国内各个点的结缘的播经机，上果下清老和尚的播经机，深圳呢给我们寄了大概是前后80多台。墨学在山东海岛金山寺呢结缘了45台，交给了当家师开祖法师分发给每个出家师父。这次上山呢他又寄过来40多台。现在呢山上的很多出家师父在家居士都认真在听。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果清老和尚的说话呢，现在很多出家在家反应就是说有点听不太懂，所以墨学呢就转述了师父的教诲，说你们反复听30遍，现在也请一些居士呢在听打，想把文字打出来。这是在学习戒律这一方面。那么礼拜六和礼拜天，我们山上有一位大学生，就是开宗法师，他后来也出家了，他现在每天复讲师父的了凡四训。这是在吸引大众这方面。这次墨学呢上了山之后啊，参加了这个科助的学习班，也是很想向师父请教。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山上呢也出家师父也比较多，4个道场出家师父都很多，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的平衡调整在扎根和深入专修无量寿经，
这样的如何找这样一个平衡点？这是目前啊，弟子呢向师父上人请教，感谢师父上人，感谢各位法师、各位老师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好，这法师开开觉法师开觉觉悟的觉悟的觉，好，开觉法师问得很好，我们从海贤老和尚那边看到很好的例子，念佛不耽误任何事情，不耽误他耕种，同时也不耽误研究。我们研究经教，学习经教，把念佛放下，专心研究经教。经教研究一个段落了，我们念佛就提起来了。要养成这个习惯，你就会很快乐。生活不离开念佛，工作不离开念佛，待人接物，一切时一切处，通通不离开念佛。来佛寺这三位大的成就秘诀就在此地。这叫真干，这叫功夫。研究呢，为自己，帮助自己断疑生信，帮助自己坚定信心，坚固愿心，不为外境所动摇。研究经教自己的目的，另外一个目的呢，是要把这个法门，譬如我们现在学无量寿经，要把无量寿经搞清楚搞明白，然后跟大家讲清楚讲透彻，让大家对这个法门，对这个念佛呢，真正升起信心，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讲经不耽误念佛，念佛也不耽误我们学习讲经。到准备往生的时候了，才把所有一切统统放下。那个时间长短完全自己斟酌。像黄念祖居士为我们表发的是这一部《无量寿经集注》完成了。他就决定去完成了。最后六个月。一心念佛，万缘放下，经教全放下了。一天14万声佛号。这也是为念佛人示现的榜样。其实偶业大师在要解里面讲得很好，
能不能往生，决定在幸运之有。大师真信、真愿，都不是假的。那么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就取得了，你就具足了。啊，娑婆世界真放下了，不再搞了。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跟经教上所说的完全相应。那经都不要读了。啊，老和尚不认识字，没有学过经教，甚至于五堂功课都不会。那么他们这个庙里头住众只有三四个人啊，他们的早晚课就是一句佛号啊，早晚课拜佛。我初修佛的时候，跟灿云法师住茅棚，茅棚只有五个人，啊，三位出家的，灿云法师、大宗法师、普妙法师。啊，那个时候多年轻的，我一个，还有一个老居士朱金洲老居士，我们在普里山上住茅棚。啊，早晚课呢，只是打三皈依，啊，共同在一起是三皈依，其余的时间呢，个人修个人。啊，参云法师教我的读阿弥陀经，莲池大师的疏钞，藕益大师的要解，佑希大师的圆中钞，啊，要我每天早晚课读这三本书，啊，一种一种读，一种读完了换一种。这三种在山上，山上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啊，我的工作比较重，有年轻人就是我一个，我那一年30岁啊，要照顾三位法师，一位老居士，老居士那一年70岁啊，我跟老居士住一个房间不妨碍，我在山上住了5个半月，到台中去亲近李老师，跟李老师学经教，啊，念佛这个法门最初是参云法师介绍给我，我读了这弥陀经这三种注疏，除这个之外，
看了一部印光大师的文钞，正虚两极啊，对净土生起了信心，但是没有想学啊，对经教很欢喜，还是在经教上做功夫啊，读这三位大师的注解啊，莲池大师、欧耶大师啊、游戏大师，都三个人注解啊。那么到台中之后，完全接受李老师的教导，循序渐进啊，经典由浅而深啊，他所选择的《阿含经》《大集经》啊，经文不长，所以进度很快啊，一部经一般是一个多月就教完了啊，感触很深啊，有成就感啊，一个月就学会了一部，我在那住了一年三个月，十五个月我出家了啊，十五个月学了十三部经，十三部经我都能讲，还讲得不错，所以我一出家教佛学院啊，佛学院一个学期教一部经，他们三年毕业了，我才讲了六部经，还有七部还没用上，所以我对佛学院没兴趣啊。学了三年，实在讲一部经他也没学会，我在台中一个月学一部，台中李老师是用古时候古大的教学的方法，私塾教学的方法，个别教导啊，而且呢，学习的时候只能学一门，同时学两门呢，老师不教啊，肯定告诉你，你不可能成就啊，一门，你在这一段时间一两个月，你天天想的就是这部经，你没有第二个念头啊，这就是传统的教学概念，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守住这个规矩非常有效果啊，决定不能贪多，就贪多就不能啊，我们懂得这个原理老师对我没有严格的教诲，如果是严格教导我，我的成就不止今天这个样子啊，老师对我还是很客气很宽松啊，所以我学了很多经，广学多闻，而没有一门转入转口啊，老师在那个时候讲的也多，我们跟着一起学，如果是一部经
一门深入，用5年到10年的功夫，那个根深蒂固啊，那就很有开悟的可能啊。我现在劝年轻人，我走这个弯路，希望大家不要走，啊，希望有人真正学习一部经，一生专学一部经，将来的成就一定不可思议。为什么？你是这一部经的专家学者，你要学无量寿经，10年之后你是活的无量寿佛，无量寿佛来讲无量寿经，这还得了吗？啊，不讲别的，你看我到85岁才真正放下，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法与非法统统放下，85岁放下。啊，就一门啊，每天读的是这一部，跟大家分享的也是这一部啊，其他的都不看，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所以海贤法师这个信息他的弟子印智法师到这来见我，我完全明白了，我深受感动啊。往后我这几年我走老和尚的道路260中就是一句佛号，啊，现前还有一些地方想办汉学院，这是好事啊！他们来看我，我的接待他们，把我的想法、我的看法告诉大家，劝大家去做，我不能参与了啊！汉学院它包含的内容就是如是道，是出家人可以在汉学院修学，印尼的汉学院有学位啊，它是国家办的，它的学位在世界上大学都承认，我还有精神体力，我可以在学校教一年，就教无量寿经啊，标准的时间1200个小时，一年
叫完。啊，如果再学，第二年，第二年就不必讲经了，深入经藏。第二年完全研究讨论，每一个人做出心得报告。这个心得报告，你误入多少？啊，经典的意思深广没有局限，确实广没有边际，深没有底。啊，所以你读这个经，遍遍都有误处，遍遍都不相同。你要尝到乏味，你才生欢喜心。这个欢喜心对于个人的滋养，就是健康长寿。啊，闲公老和尚112岁，体力跟年轻人差不多，我觉得比50-60岁的人还要好。啊，50-60岁的人在田地里工作，从早到晚19个小时，有很多人受不了，他行。啊，身体没有任何毛病。啊，头脑思维敏捷。你疑难杂症去问他，他几句话就清楚了，就答复你，圆圆满满，智慧呀。啊，智慧于认不认识字，有没有念过书，不相干。啊，那是知识，智慧不是。有智慧的人有知识，有知识的人没有智慧。啊，他是智慧，智慧从哪来？清净心来的。自信里的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那么他有没有明心见性？我认为这三个人都明心见性。啊，不是明心见性做不到啊。他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大环境里头，啊，用这个来做榜样，正法就能久住世间。啊，为什么呢？他不要名，不要利，不要供养，能持戒，能吃苦。啊，住小庙，小庙甚至没有人来烧香，没有供养，啊，所以他农耕，自给自足，啊，不聚众，与出家众没有冲突。你要我不要，我要你不要，没有冲突，就能和睦相处，跟社会、跟大众、跟一切人
甚至于一切众生都能和睦相处，都没有冲突啊，甚至于他还遇到一只狼啊，救了这一只狼，跟这个狼可以和睦相处，没有冲突。那这德行感化到猛兽啊，这个能力从哪来？一句佛号来的，说明这一句佛号无量智慧、无量功德的结晶的精华啊，真正能够认识，能够明了，你会非常珍惜它。啊，我们对它这么多年来，越来认识越深刻。啊，所以我们才放弃万语。这是顶峰的顶尖。这话古人说的啊，我们读了这个一点不怀疑，肯定这一句话是真话啊。修什么？只持名号，无量寿经上说的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就对了。事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丝毫障碍都没有啊，那么就等待时间决定我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决定一生成就无上菩提。不认识，不知道他的可贵处，认识之后绝不回头。一往直前，这就叫精进不退。啊，一句佛号，具足一切佛号，具足一切法门，具足一切功德。啊，还没有认识清楚，就不能离开金角。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这本无量寿经能读的啊，对于念佛没有信心，念经，念无量寿经。念上一千遍，念上一万遍，信心就念出来了。为什么呢？其义自见。啊，真明白了，真清楚了，取极乐世界太容易了。
这个法门智难信息。所以学经教是知啊，知真知道了，行非常容易。啊，来福寺的三老给我们圆满的信心。这三位是现代真善知识，第一善知识，我们要感恩的，我们有缘遇到，对于我们的往生是最大帮助的力量啊，让我们看到听到，警惕自己，勉励自己啊，决定要像他们一样的成就，走得自在，不靠别人啊。有人跟闲工老和尚讲，你往生的时候帮你助念，他笑笑，助念不能证明是真的往生，真正往生不靠助念啊，他往生没人助念，啊，海心老和尚跟他的妈妈往生都没人助念，说走就走。凭什么？全凭放得下，就是三个字啊！你要能放下，你跟他一样；他要能放下，他也跟他一样啊！为什么？什么都是假的。这句话要牢牢记住啊！事出世间法假的，念佛法也是假的。佛法是因事法而建立的，没有事法就没有佛法。事法既然没有，佛法怎么会存在？所以说，法上因事。何况非法，只要抓住一句阿弥陀佛，全都得到了啊！事出世间法都圆满了，都得到了，妙不可言的，千万要记住，决定不能够空过啊，不能够放弃。放弃这个下面一条，无生法忍，证得无生法忍，
七地以上啊，七地下品，八地中品，九地上品。啊，什么叫无生？这里头说的，三藏法师说的，理，从理上讲，没有啊生灭，就是本不生不，从理上讲。心但言不生，所以叫无生，无生就是不生。为菩萨于无生之法，人可人要，不动不退，是名无生法身。这话什么意思？对于佛在大乘经上讲，一切法不生不灭啊，没有生哪来的灭？对于佛这个讲话呢，你认可，认可就是认可承认，没有怀疑，我同意啊，不但认可，而且还人要啊，要是什么呢？爱好喜欢。这个话说的太好了，这话是真话，说出了宇宙万物的真相。真相是不生不灭，我们现在看到有生有灭是幻想、假象，不是真相。啊，所以不动、不退，不为外面境界动摇，就是动摇我的人口。啊，我也不会退转。这叫无生法忍。下面有几个注解，佛学大辞典里面，略云无生忍，无生法，远离生灭之真如实相离体，真知安住于此理而不动，谓之无生法忍。于初地或七八九地所得之物啊，大乘经说七八九地，七地下品，八地中品，九地上品。啊，《宝积经》第二十六卷，无生法忍者，一切诸法无生无灭，缘故，一切法摆在面前，怎么会无生无灭？啊，注《维摩经》第一卷，僧肇大师：无生忍，同上不起法忍。法忍即慧心，见法无生，心之即灭，看受不退，叫做无生法忍。我们见法有生，
我们的心智随着法生灭，心智念头，我们是念头，没有智慧啊，心智是不生不灭的，心识是生灭的。我们今天用识，不知道用心啊。现在我们比较上有一个概念，一切法不生，那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念念有心，心皆有识。这个念，这个行跟识，它存在的时间是1600兆分之1秒。这样高的频率，生灭可以画等号。这个等号就是说明，你说它生，说它灭，都不可得。我们想想，我们想到或者是念头，想到它生，想到它灭，一秒钟里头又能想几次？一秒钟1600兆次，你想不到啊！想不到是什么？生灭不可得，那就是不生不灭啊！每一个念是一个画面，前念跟后念的画面不一样，所以念头不是相续想，而是相似相续想，这是真相啊！真相不可得啊！那我人明明在面前，你知道那是多少个微细念头纠缠在一起，让你看到的假象，单单一个像你见不到。啊，我们从电影的底片上就很清楚看到，从前的电影是幻灯，是动画啊，一秒钟24张画面，动画的画面，在放映机里头，一秒钟24张，我们看到好像在动，认为它就真有了啊。如果我们把24张只留一张，其他的抹黑，你在放映机上看，你看到什么？24分之1秒，看到了，看到什么？光闪了一下，光里的什么东西没看见，它太快了啊，看不到。24分之1秒你都看不到了，现在这个频率加到1600兆分之1秒，你看到什么？就在眼前，完全没有交叉。眼前一切法，所以佛说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你以为它是真的，你得不到。
真得不到，一切法不可得，包括身体，身体也是在这个频率震动之下出现的。啊，1400、1600兆分之一秒，这就是无生法忍啊！别叫地上菩萨，他见到了啊！像我们看电影，画面假的，不是真的，决定不可得。整个宇宙是个立体的电影。没有一法你能得到，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